在 High Street， 就是刚才那条主街的旁边，然后都是一些小潮牌啊什么什么的，看起来不起眼哈。这是一个小巷子，然后在这条街上找了一家咖啡，然后把我的屁股放在凳子上。哎，今天5点钟就起来了，好累。正在搂啊！我们本来要跑步的，我的跟你的是一样的。你在搂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是闷？我是不是闷？我是不是闷？